大家好，我是吕俊英医师。COVID-19 病毒传染力强，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、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。提醒您，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接种疫苗。接种后，请留在现场休息，观察15分钟。如果您曾因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，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。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，明显过敏反应，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、呼吸困难、下肢肿痛、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，并告知曾接种 COVID-19 疫苗。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、戴口罩，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。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。全国投资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飙股特快车》，我是吴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指数震荡非常大哦，从早盘开盘的自杀性卖压灌杀之后，就开始往上拉了哦。你要看到尾盘收盘是跌130几点哦，可是你要知道哦，对我来说，今天台北股市狂拉了140几点啊。老师啊，今天明明的大了，哎，拜托哎。我们都知道美国 FED 要升息，好，现在公布了利空出尽了，好，来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开盘就下来了，272点，好、哦，如果你去卖的刚好卖在最低点，然后就从早盘开始一路往上拉拉拉拉拉，拉到最后，指数涨了140点，你不会卡在最低点吧？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哦，喜安拉外当这列客刷。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啦，你去那边玩乐啦。我老师今天600几点，靠山要紧，不要紧。盘中落270几点，惊都惊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买着股票，那边玩乐啦。而且重点是有买有卖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是飞镖侠，知道好不好？所以我不会每天讲不一样的东西，我不会有一大堆的股票，今天讲 A， 明天讲 B。好，我们言归正传了哈。今天落133点，来。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你今天看到这根 K 线下影线这么长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下面的低阶买盘很多嘛，下面的支撑力道很强嘛。我卖公一些熊给点啦，伊那是伫家咧，这里涨1500点啦，所以如果这里是波段的低点呢，我不要讲它是最低点，假设它的最低点，假设它这个就最低点。那如果不是，假设再多个50点，那后面要涨1500点，请问你是要做多还是要做空啊？用卡头想嘛，知嘛，对不对？下面的空间很有限，上面的空间卖空无限大啦。那你也别说上面空间无限大，它只是归零而已，下面空间很有限啦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这有点夸张了哈。下面的空间其实很有限的嘛，对不对？第一，前低在这里；第二，今天已经告诉你下面没什么空间了，下去马上被拉上来。好、哦、了，我卖空其他都位啦，都到家就好啦。起跳都是1300、1500啦，1300到1500点啦。所以你现在是要做多还做空？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哈、哦、啊！因为昨傍晚美国利率会议嘛，所以说美股大跌很正常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跳出来恭维啦，桑莫斯啊，美国前财长啦，说美国的利率高点恐怕会突破怎么样？恐破5%。我真正想我现在真的想太多了啦，真的是想太多了吧？好啦，就管你几%。至少今年不可能发生吧，对不对？你想太多了，再来你想太远了啦。的升空金价也接近5%好了啦，那也是明年后的事情了啦，我们明年再说也不迟啦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啊、哦？
有没有？就是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，就是这种的啦，有没有？哎呀，美国利率为了你哪能够美国利率会突破10%？啊，你把它归去，对不对？就是干嘛这么保守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他想太多了啦；再来，他想太远了啦。嘿，你明年再来讨论这个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卖空它不会发生啦，就算它会发生好了，那也不是现在的事情啦。而且我已经讲过了啦。来，确定 FED 要升三码了哈，也没有疑虑的，也不会升两码了，也不会升四码了，都是三码，确定了。哦，竟然还有低点，你应该偷笑吧？如果这是波段的起涨点，如果升完准备要升息，升完开始升息之后，它就准备要飙涨了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希望它现在就马上喷出，还是它先不要涨？所以你应该偷笑吧？如果未来会大涨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现在不应该偷笑吗？对，是不是应该偷笑？因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不见了，没有错吧？你昨天、你前天、你大前天、你上礼拜、你上个月，每个人都在讨论的是这个月要升几码，这个礼拜要升几码，明天要升几码，哦，过两天之后要升几码，好恐怖，吓死我了！现在你要讨论什么？都要升了，都已经确定了，没什么好研究了，你也不用管那么大，老师可能会升四码，啊，就跟你说三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已经不见了，所以你也没什么好怕的，你也不用恐慌了，不用自己吓自己了，对不对？来。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东西啦，都是今天的哈，这火线焦点对不对？已公布的 GDP 预测值中最低者，来，元大宝说，今年的明年哦，不是今年哦，今年跟明年的经济成长仍然保有3%，哎，蛮好的啊，没有很差啊，经济状况数据都各方面都很完整啊，赞啊！我问你，你惊啥？你在怕什么？经济很好，没有疑虑啊。今年有3%，明年还有3%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啦。这真的比我想象，我本来想说明年可能会有二，可能会出现二字头啦，可能2.5到2.8，而且这个什么，明年还有3%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这也是今天的新闻哦，德国、英国有没有欧洲的强权、欧洲的霸权攻啥？要砸钱防能源危机恶化，这不是我每天在说的吗？这是今天的新闻。我老师 啊你怎么知道今天你要报什么？我上个礼拜，我昨天，我前天讲什么？能源危机是历史级别。好，有人听没啦，你听没讲没法度啊，请问什么是主流啦？今天报纸就跟你说能源危机恶化，哦，不是恶化啦，是要提防能源危机恶化啦。啊，他可能有看我的节目啦。哎呦，未来问能源危机是历史级别哦，所以他们在防能源危机。哦，啊，你就会说什么是主流？我没跟你讲过嘛，电价一年涨10倍，谁受得了？很多国家冬天会很惨呐，-20几度常态啊。你不能开暖气啊，因为好贵啊，电价10倍好贵啊。现在来用你的电价哈，乘以10倍，你受得了吗？好，-20度，你受得了吗？甚至有些地方是-40度哦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吗？零下，你去看有史以来台湾最冷的时候了。当然了，我们因为我们比较湿，所以那个冷的感觉会更冷啦。可是你要知道哈，我们台湾有史以来最冷，有零下吗？也没有，没有那么夸张啊。人家零下，你去想零麦克零下四十度啦，-20度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喝个水，那水全部都变成冰棒，你受得了吗？好，所以什么是主流？我讲得很清楚了，而且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发展，所有的企业，而且越大家越要做。我要请就问的啦，这个不是未来的主流，那什么是未来的主流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我已经跟你报明白啊，太阳能就是最大的转机。今天还有一档股票来。我们先看元晶啦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台北股市暴跌几百点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每天跟他有什么关系，每天你要油洗洗笑嗨嗨，没感觉，对不对？
我再让你看一档股票。他今天没有跌，今天你没落呢，盘中落270几点，跟一点关系都没呢，哈？270几点吗？主头到尾都是红的，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是主流吗？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是未来长线的趋势吗？这是我一直在讲的啦，我因为这次政策做多，未来10倍成长啊，我讲太久，讲了好几个月了啊，你说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。太阳能再传政策利多，什么叫做预告？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哦，当你能够看到未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哦，当然啦，有那个涨8根涨停板的，涨6根涨停板的，涨70%的那些我都拿掉，我就不讲了。哦，那些都是新能源。哦，到最近我最看好就只有这一档。那再来就是复合题材的，我待会再讲哦，我再解释哦，你不用紧张啦哈。真的要开始喷了吗？好，如果我跟你讲真的要开始喷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才是重点啊！如果今天真的要开始喷了，你却没有准备好，那没有用。你是真的。有行动，你真的想要做动作的，你再来好不好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告诉你要喷了，专心呢，上高喷呢，你今天一定要来，因为贴到就是你的。哦，我一定要帮大家赚钱呐。好，哦，我希望我跟你讲的每一档股票都是所有会员都，所有人都卖空会员，全国所有人通通都有感觉。我今天不会跟你讲我的股票涨停板，可是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会发现哦，台面上的老师讲的每一档股票你都没有感觉。为什么没有感觉？我可以每天跟你讲我股票涨停板，但是你没有感觉。你也干嘛我给你增效耶，但是我不希望你有这种感觉。你跟我操作是十足相信我，我讲什么就是做什么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这样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子比较好，你再来找我。好，哦，你不会有被骗的感觉。好，哦，因为我不做这种事情，我也不是飞镖侠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要预告，我要让你先看到未来。来，这是我之前一直在讲的。俄乌战争影响最大的两个关键，一个叫能源，一个粮食。好，能源就不解释了，因为能源我已经讲太久了。好，粮食的部分最近天天很多人在讲，对不对？哦，后面一定会再爆发一次啦。我跟你讲，兄弟姐，推荐了2次。哦，如果你不知道，我也没办法，根本没人要。老师神经病，你这盖销。那个时候台北股是暴跌4600点，没有人敢买股票啦。那个时候前面元宇宙在飙啦，元宇宙我已经卖掉了啦。我让我们知道我做元宇宙吗？我卖掉，我也没跟你讲说元宇宙完蛋了，元宇宙要挂掉了，怎么样？有的没有的，它可以继续飙啊，代表我错了啊。也不能说我错了啦，只是说我赚够了，我很高兴哦。卖掉那你赶快不要继续飙，飙飙高一点没关系。我都希望我的股票卖掉还在喷出了。可是你想一个东西啦，你赚这么多啊，你告诉我需要讲啊，后边就跟他躺那躺浑水。那我卖掉的下一个动作，我就是带你买这个，还有另外一档新能源。那另外一档哦，就是飙10几根涨停板，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啦。你告诉我我要解释什么啦？你要告诉我，我所有会员都买这一支，我所有会员都买这一支，我所有会员都买这一支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有没有赚？全市场每个人都知道。你看我节目是有感觉的，不是那种没感觉的。老师啊，我看几百波你都在表演，你要讲几百波，你看我的股票涨停板，啊，那不免啦。你心里的 OS 是什么？你心里的 OS 是什么？还是你是来凑热闹的？人家说看节目要看门道啦，有的人很冲动，喜欢看，哎呦，涨停板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可是你没有赚到啊！3岁小朋友也会做的事情啊！好，我就不做这种事情嘛。我希望你都赚得到，每一个人都赚得到。哦，我一定是预告的。哦，业绩获利通通都很好，甚至你在2个月前就知道，2个月后它营收会创新高，创历史新高。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？我已经跟你预告到年底了咧，我已经预告全年了咧，这2个多月快2个多月以前的事情了咧。通膨、俄乌战争、气候暖化、步步惊心，别人的利空通通都是他利多，
现在你看到他营收创历史新高，好，公布又创历史新高，公布又创历史新高，不好意思，我卖掉了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，没有半个人赔钱的。好，那我卖掉也没有说我真的看坏他，他多烂多不怎么样哦，他很好，我也不会改变我的看法，只是说因为台北股市会大跌，所以我先卖一趟，结果台北股市跌1000多点啊，就这一段了、啊，暴跌1000多点了、啊。那请问你告诉我，我卖是对还是错？我讲得很清楚哦，你看我节目，我节目上讲了，我卖掉了，我大获全胜，我所有全部都大赚。你看我节目，你也是大赚，你跟着卖，你跟着卖可以卖更高，你跟卖可以卖更高，更高，更高。好、哦，3个礼拜的高点让你卖，你有3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卖的比我还高。好、哦，因为我这里叫你卖，好、哦，啊，因为这里标70%，40几块。40出头飙到70几块，40几块飙到70几块，40几块飙到70几块，没有一个人没赚的啦，每一个人都赚大赚，赚到快发疯了啦。老师，台股暴跌怎么可能会有赚到发疯的？我会员全部都赚到发疯了、啊，真的都赚到发疯了，这还要解释吗？那我都有讲，都有预告啊，对不对？我假设我没有卖啦，好、哦，我都没卖啦。我请问你告诉我，他有跌很多吗？你可以去问我的所有会员，不管你问谁都一样啊。我没有叫你卖，你不要说我会员了，你看我节目你就知道我卖了啦。所以为什么全部大大赚？我讲任何股票你都有感觉、哦、我讲位数你有感觉吧？我所有人全部大赚啊！我跟你讲这有感觉吧？我所有人全部大赚，因为我买的就是这些股票啊，啊，不然就买这个啊。我讲的都是所有会员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说有短线价差的部分，基本上我节目上也都不会去交代，不会，因为我不会去提啦，因为提那个没有意义嘛。你也没赚到钱啊，你有看过人家做短线说，我今天买哦，然后我明天要卖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股票最好标最好标，你进来买哦，我明天卖掉。那你看我节目的怎么办？所以我也不做这种事情啦，所以我不会跟你真买每天大呼小叫。你看我的股票涨停板，好，我们都是真枪实弹，不是鬼扯蛋，不是射飞镖。哦，什么是主流？大概现在看到气候变化、能源短缺，到底什么是主流？这我不用再解释了啦。好，你的利用灾。而且因为新能源会慢慢慢慢一直延伸到跟车有关的股票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连车最近都开始转强了。那车用的部分一定是轻薄短小，一定是新的股票，而且它爆发力最强，最会喷。我一直跟你讲说，你要买的就是这种股票。你会发现现在大家都在讲什么电动车、车用 IC， 有没有？台积电也车用 IC， 鸿海车用半导体开花结果，有没有？然后台积电呢，加码扩大车用 IC， 为什么？它是未来的趋势，就跟新能源一样。那因为它跟新能源有关系，所以说他们就是一起冲锋被拉起来。好、哦，这样你听得懂吗？所以你的布局重心会在哪里？都是在家。好、哦，要买什么股票？今天指数下来了啦，哈、哦。那利率会议你都知道，结论你都知道了嘛？我刚才讲过了嘛？结论你都知道了嘛？还有第一点，你应该要偷笑。好、哦，啊、你哪边大捡便宜的趁现在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不见了。好、哦，啊，买什么股票？我先问你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请你今天一定要来，好、哦，一定要来，它真的要开始喷了。好、哦，因为是新的啦。熊高喷的啦，我认为他是最会喷的。我大概为什么他最会喷的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其他我不讲了哈，经济难度这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了哈，我反正我都是预告了哈。那到前两天到还有人在问我元宇宙，元宇宙老师，元宇宙到底是要涨还是要跌？我那跨龙膜啊，一天大涨一天大跌。我从7月多，我从卖掉之后没多久。卖掉一阵子之后，我跟你讲说，它剩轧空力道，这是7月多的时候了。你告诉我，7月多到现在，元宇宙有哪一档股票飙？没有半档股票飙，没有半档。你说老师，你偶尔吹，
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告诉各位哦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说我一定，我讲的他一定要做，他也可以飙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龙卷真的很多嘛，他是有能力嘎空的嘛，但是有没有办法嘎上去，另当别论吧。反正我就卖的嘛，我还跟你解释什么吗？我说卖就卖啊，我卖掉就买两档股票，哦，我买这个，我买这个，我卖掉的时候，我请你买这一只再加嘛，好，哦，我请你买这一只，好，哦，我讲的都是所有会员，所以一定通通都有感觉。你只要连会员两个字都不敢讲，好，哦，通通都是假的，我跟你保证，绝对是假的，好，哦，为什么？你既然有赚，你就说你有赚嘛？你怎么赚的嘛？你哪一个会员赚的嘛？所有会员赚的，好，哦，你才会有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让所有人都赚得到钱，哦，所以如果你前面都没有赚到钱，没有关系，你今天一定要来狂飙新天网，今天要跟你分享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大家。再一次通通都大赚，我老师啊，啊你是不是大家都大，你们所有人都有吗？所有人都有啊，没有一个没有的啊，哪一个没有大赚的？哪一个没有大赚的？我请问哪一个没有大赚的？哦，位数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所有会员呢，啊，我讲的不是哪一只猫哪一只狗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大家再一次通通大赚，我再讲一遍哦，再一次让所有人通通大赚。我怎么让你通通大赚？我没有十足把握，我敢请所有人都去买嘛？狂飙新天王，新的天王，你想要赚很多涨停板的，你赶快来拿哦！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多涨停板？我都不觉得这很多涨停板哦，因为老师才飙七成还八成，75%还80%。哦，老师才飙七成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有没有？这个就稍微比较多了啦。可是我还觉得还不够多啦。想要赚很多涨停板的，赶快来拿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他真的要开始喷了。想要赚很多涨停板的，赶快来拿。只要引爆，一定喷到震撼全市场。请问你告诉我？这样有震撼全市场吗？这个阿伯告给啊，这阿哥伯告给啊。老师，您腿完烫个变鬼啊！大家拢大赚，每一个都大赚。那这样子有没有震撼全市场？有没有很多只涨停板？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来30只够不够？20只够不够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要重演了。哦，这拢我讲的，拢是我所有会员买的股票哦。我所有会员买这个，我所有会员买这个，我所有会员买这个。哦，我讲的都是我所有会员操作股票，一样，我所有会员要买这一支，只要引爆，一定喷到震撼全市场。想要赚很多涨停板的，今天一定要来拿，因为贴到摊到狂飙新天王，最强的、最会喷的、最飙的，你想要赚很多涨停板的，今天赶快来拿，我要送给大家，电话开通，直接送给你，打电话进广告。面对通膨的巨浪，你该怎么办？创造更多的财富，才能在这巨浪中平安度过。战胜股市，鼎业来帮你。甜甜价让你轻松付，轻松赚。抗通膨专线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
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Cobre a boca para tossir. Máscara. Não rela em mim. Lava a mão. Ué!欢迎到我要现场，如果你不知道要买什么的，今天来就对了。最标最会喷的股票，全新的股票，狂飙新天王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大家再一次通通都大赚。你过去一只接着一只，真的是一只接着一只啦。那我说过去就过去了，接下来你还要再一次大赚的，我要让所有人通通都赚到钱。想要赚很多涨停板的，你赶快来拿。老师，很多涨停板哦，这个还很，这个算很多吗？这算很多吗？那我请问各位，这有没有算很多？好，你啊，无跟他无告，所以不要紧啦哦。20只涨停板算不算多？30只涨停板算不算多？以上我所讲的都是所有会员操作的股票。接下来我们要操作这一支，很多会喷很多敢涨停板的，只要引爆，一定喷到震撼全市场，拿到赚到，你赶快来，狂飙新天王，今天电话只要拨得通。不限任何名额，有看到这波电话开通，直接送给各位打电话，做个助力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